长，把鱼丸的日记本交出来。啊，张成也，交出来。那家伙就要出现了，别惊动了他们。可鱼的蚊子都跑你那儿去了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出来度假一定要穿长袖的。让你相信刑侦的调查结论，差不多吧。也不打算听，你说呢？我就知道你不会听，所以才来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局长对于队怎么会这种态度啊？按说他跟于队共事的时间更长，应该对玉队更了解，这种狗屁结论他怎么能信？也许他站的位置也高，有些事情啊，并不是我们这些萝卜头所能了解的。你小子好像话中有话呀。就怕你不爱听。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爱听？说。你卧底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研究玉队的日记，被增长看见。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你告诉光临，别再碰于队的事情，这个事儿不是他能管得了的。哎，光临，光临，他曾展凭什么这么说？你说他凭什么？你这家伙就是一根筋，这就是你跟曾展之间的区别。那又怎么样？薄情寡义就好啊。光临，以你的才干和本事，我认为你的前途无量。如果你因为这件事情耽误了你的前程，你觉得值得吗？狗屁前程！玉队这事要是不搞清楚，我就是真的飞黄腾达了。玉队在地下也会骂我是个狗性十足的东西，这种前途要他来干什么？你呀，就是太重感情。玉队的事儿咋样？得碰？当然得碰。走，回屋去。我啊，已经有点调查结论了。你小子怎么不早说你？那我得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。万一你让局长给骂蔫了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儿，谁骂我也不会缩回去。走，走。玉队的语言平和朴素，而且非常简单。他记述事件呢，不求描述全貌，只把支撑这些事件的框架清晰地描述下来。这就给我们留下了走入这些事件的契机，我这就调解。哎，行了，你就别跟我上作文课了，你直说吧。你别急嘛，这些都是必要的。如果你找不到这些框架，
你就无法从这本日记中找到你想要知道的东西了。嗯，这么说你找到了？当然找到了。你看这儿，2003年9月6日。对，你可以边看边想，那天余队到底遇到了什么，或者说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。早上起来就头疼，吃了药也不见好，凤英非要我去医院看。哎，这不是易队长吗？哎，你好你好。啊，您不认识我，我是这个医院的内科主任曲强。哎，您今天自己来看病啊？我头疼，其实我就是开点药就行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么点小事儿，还让你自己在这儿排队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么着，我给你找一个大夫看看去。不用麻烦，不麻烦，这没有什么，举手之劳嘛。啊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走吧。啊，我怎么看不出来什么呀？你觉得这条日记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也就是我所说的支撑点。这里面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情绪，一个是曲大夫的热情，另外一个就是余队的勉强、无奈和忧郁。不错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单独看是没有什么太刺眼的地方，但你要问几个为什么之后，你就会有追求的欲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曲大夫对玉队那么热情？为什么玉队又这么无奈和忧郁？你果然不笨，因为这不符合常理。别人帮你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可你不但不高兴，反而显得忧郁、无奈和勉强，这是为什么？于是，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往回看。因为在这之前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，玉队还给我提过一次这位曲大夫。哎呀，别吹了好不好？调子吹那么压抑，让人听你不舒服。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工作压力太大是不是？成天就没看你笑过。啊？笑什么？没可笑的，笑什么？那你也不能成天绷着个脸净喝酒，别喝了。哎呀，你别烦我好不好？哦，对了，我今天碰见县医院那个曲大夫了，他还问到你呢。哪个曲大夫？县医院不就一个曲大夫吗？内科主任。上次我去看病的时候，人家挺热情的，你忘了？你别跟他靠得太近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人家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别烦我，你走。哎呀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曲大夫听说了你的情况，很关心你，他跟我介绍了老中医，让我去那儿抓点药给你。你行了吧，好吧，我没病，吃什么药？他说你这叫忧郁症，如果不治的话，后果会很严重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去他妈的忧郁症！老子这些都是被那些毒贩子给折腾的，你别听他们瞎扯八道啊！反正我得去给你抓点药，我听医生的没错。我好像开始有点感觉了。什么感觉？这个曲大夫特别关心玉队，可玉队并不认识他，这是其一，其二。
玉队好像听说过这屈大夫什么传闻，而且对他的人品好像有看法。你算是上当了。现在你从这儿往后看，所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我都加了指条。你饿不饿？我可是饿死了。我不饿，你先吃去吧。那我就不管你了。慢慢走。徐大夫可是个高人呐、你丈夫的病确实应该抓紧治疗，不然真的会有严重的后果。你没听说吗？现在尽是得这个病的自杀的。大学生是学习压力大，白领是工作紧张，连小学生都有得这个病。不过你放心，你丈夫吃了我开的药方药，很快会调理过来的。来，把这药喝了。来，你真让我吃药、谁跟你说假的了？我其实根本就没有病。就听我一回好不好？吃中药又没什么害处，有病治病，没病调理，我又不会害你。来。不是，你把它拿走。就算我求你好不好，别再让我操心了啊，喝吧。好了吧。您看，我给玉队长准备的这些药，您带回去给他。他这种人呢，又抽烟又喝酒的，吃了药一定能好。因为上次泰国一个朋友来，也是吃这个，反应都特别好。是吧？啊，那真谢谢您了。不客气，您可一定记着，带点吃药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有事来找我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不信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屈大夫说了，这个药很管用的，泰国都有人问他要这个药了。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你忘了，你老公是警察。记着，别告诉他我知道他的事情，一句都别提。你不就是个穷警察吗？穷归穷，人穷志不穷。行了，啊，刚才做梦怎么还说梦话呢？啊，谁说梦话呀？我可不说梦话，反正听着你嘀咕什么，那你嘀咕的是什么？是吗？我说了吗？是不是心里想的太多了？哎，待会儿回去先去趟医院啊。是啊，应该去看看老人。说的是去看看玉队的爱人。那要是有人反映在上头。爱怎么反应怎么反应。现在是想儿子，想老婆，那是你现在干的事儿。
就你那个老婆啊，不要也罢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几个是不是商量好的？光临也是这么说。那要是没有老婆，儿子怎么办？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什么老婆不要也罢？那老婆是你们穿剩下的衣服还是什么？张局，那万山那老婆也太说不过去了。说不过去也得说，给我们这儿的人做老婆太不容易，要知道体谅他们。要是把你们跟你们的媳妇调个个试试看，兴许啊你们还不如人家呢。张局说的有道理。哎，对了，万山，嗯，那日记你看了吗？写的什么呀？什么日记啊？别瞎说。哎，张健跟光临昨天看了一晚上呢，写的什么呀？什么日记？万山，万山，啊，什么日记？啊，就是没什么。说呀。玉队留下那本日记。陈正，怎么了？张队，怎么开的车你？你喊什么喊？是我才这么开的。吴光林，下来。怎么了，局长？把余文的日记本交出来。啊？瞪什么眼？交出来！你要再不听命令，我就抽了你！看什么看？走！局长怎么会知道这事啊？肯定是自个儿告的密。他干嘛要这样？你真的看不出来？看出来什么？他想当大队长。这跟当大队长有什么关系啊？人心叵测。你啊，在这方面真是太有成。走吧，回头让老弟啊慢慢开导你。走。的车，哎，还真是爸爸的车，快走，也许爸爸来了。车了，他在车的楼前边，可是没见到人。
我去看看爷爷病房。亮亮，找你妈来了？不是，我找爸爸。找爸爸？哎，亮亮，亮亮，亮亮！他去世之前，一直是吃我给他抓的药，差不多吃了有3个多月。他吃完这些药，有好转吗？没有，他更忧郁了。你知道他是个火爆脾气，可是自从吃了这些药以后，他就很少发火。当时我还挺高兴，我以为是这些药起了调理作用。可是我后来发现他越来越沉默了，都不爱说话。有时候一个人一坐就是到大半夜，什么话都不说。我问他什么，根本就不理我。那个时候呢，就说他那些谣言呢越来越多了。我当时以为他是听了这些谣言心里难受，所以我也没太在意。可我没想到，我一点都没想到。嫂子，那在这个期间你去找过这个曲大夫？我找过他的，他说是正常的，这些谣言他也听说了。他说如果能在这些谣言的重压下挺过来的话，需要有很坚强的神经，所以说那些表现也是正常的。他还说如果没有这些药的话，结果会更糟糕的。那这些药都吃完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来得及吃完他就。嫂子，有件事啊，还得要你好好回想一下。你说玉对他对这个屈大夫为什么印象这么不好啊？这我不大清楚，他没跟我说过。刚刚来过，说是找爸爸，说完就跑了。哎，怎么他没跟你在一块儿？爸，这里是粥，你趁热喝，我去看看亮亮去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车，哎，还真是爸爸的车，快走，也许爸爸来了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
又上了一盘鸡蛋炒西红柿啊，光临这你最爱吃的。又来了。玉队专门叮嘱我多做的。多吃啊。谢谢，太贴心了。是啊，你管管我们呀。多吃啊。你要要吃龙虾鲍鱼，我没办法给你找了。那你要是西红柿炒鸡蛋，你要几盘，嫂给你上几盘。我就这点追求。是黄河吗？我看看。红河的壳子内容换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抽不起呗。俗，俗人一个。俗人，我们都是俗人。会不会着凉了？没事儿，就是嗓子有点痒。哦，那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吧。好吧。怎么样啊？哎呀，瞎溜达什么呀？自个儿的病也没好利索，想你了，来看看你还不行啊？说的多好听啊，恐怕是想你儿子了吧？哎，不是说光临回来了吗？人是回来了，哼，魂儿没回来，这不是又忙去了。
嫂子。张健叔叔。哎，亮亮，怎么坐在车上？快下来。那爸爸呢？你爸爸去忙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光临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，嫂子，光临去玉队那儿，说就要取他留下的一些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笑笑。爸爸，哎，亮亮，哎，哎呦，宝贝儿，亮亮在这儿等你半天了，是吧？小小，你跟爸妈好好解释一下，我跟张建棒这段事马上就回来，好吗？你都到了，不去看看爸妈吗？来不及了，回来再说吧，啊，好吧。哎，亮亮，再见。嗯，下来。哎，走了啊，张建。走了，走了，再见啊，亮亮。光临啊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有急事找你。现在吗？对，就现在。你找个地儿安静点的。对，我过去等你啊。好的。大局长人选你们考虑过没有？我看啊，就在曾展和光临他们两个人中间选一个吧。现在报名竞聘这个岗位的也就他们两个了。是，就两个中选够资格吗？那你们认为他们两个谁最合适啊？没关系，俩人都不错，大伙儿尽量把自己看法说出来，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同，凑到一起啊就比较全面了，畅所欲言。曾展的竞聘演讲稿我已经看了，光临的还没看到。从他们两个人来说，我觉得确实都很优秀，但是从立功方面讲，曾展是三次三等功，一次二等功，光临是一次三等功，一次二等功。那么从这方面讲的话，两个人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。另外我觉得曾展在政治上要更成熟一些，所以我更倾向于曾展。杨政委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，吴光林立功次数少，主要是他自己不要，每次立功报表交给他让他填，他总是想出各种理由来不填也不交。就拿这事来说吧，我和小楚催了他多少次了，就是不管用。政治上谁更成熟，我觉得不好下定论，但曾展确实比光临更老练沉着一些。作为领导，不管多大的领导，这是个不可缺少的素质。所以从玉队留下的日记里，我们是可以捋出一些思路的，加上高大姐的回忆，我们至少可以找出两个思路。少队，你在听吗？我在听，刚才我想起了一些调查的情况，你说，我一直都在认真的听。你说有两条思路，对，一条思路就是玉队和这个屈大夫间的关系。我一直有一种感觉，好像玉队知道这个屈大夫什么事儿，可是玉队并不认识这个屈大夫，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而且玉队一直避免向高大姐提起这件事。这就是说，
他在向高大姐隐瞒着什么？解释只有一个，玉队是在暗中调查这个曲大夫。避而不谈或者刻意隐瞒他知道的事儿，并不能够说明玉队在调查他们。但他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清晰，你如果能看到玉队日记就好了。张健说的不错，我也是在看了玉队的日记以后才有这个印象的。嗯，如果没有这么回事，那我们的印象从哪儿来的？嗯，我会认真考虑这个事情的。你接着说。还有就是玉队的病，玉队情绪不好，我们那段都有感觉，可这是不是就是忧郁症呢？现在都没法证实了。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就是，这个屈大夫根本就不认识玉队，而且从来没跟他看过病，他怎么就能一口咬定玉队就是忧郁症呢？然后他又推荐这个老中医给玉队开药调理，可是更奇怪的是，玉队在吃了这些中药和屈大夫开的保健品以后，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而且是越来越糟糕。这一点从玉队的日记里就可以看出来，他的情绪是越来越差，甚至有一时候还记下了他的一个幻觉。玉队特别的焦虑，而且我们从高大姐那儿也证实了，玉队在吃了几个月的药以后，情绪是越来越差。所以你怀疑这些药有问题？对，当然，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联想罢了。可他之所以能够给我这种联想，我想不是偶然的。就好比说，我还没看见你拿到球，就已经想到你突破上篮了。嗯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最后一点就是张局的态度。怎么了？张局怎么了？我不清楚，但是玉队在日记里最后提到了一件事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，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？真的没有。真的，只是最近心情有点不好，没别的。叶文，是谣言总会不攻自破，你可别把事情往歪了想啊。我连想都不去想他，怎么会歪呢？两个人似乎都是话中有话。